大家好，我是谁？校长。好，今天是我们2021年12月31号，也是我们辛勤的牛年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我们要在我们西门广场来送走这2021年，我们也要来迎接2022年虎虎生风的贺礼。那么今天晚上在这边也同时是我们平南社区大学的成果展我们有16个静态的参展的成果摊位，那么也会有40个动态的表演，当然包括我们社大的动态课程，包括我们所有学校我们热情的参与，还有我们各个社区所自主然后组队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庆祝活动。因为很多地方拢总咧办跨年，但是足少像咱乡村是安尼完全由咱地方的社团甲咱的下口来表演展出的，这是咱的一项特色，这是我们一个非常足以骄傲的特色。专哥，大概就只有在我们恒春看得到，是不是？来一个，给自己一个掌声。那同时，校长也要在这边跟我们厝边隔壁咱的乡亲来首先来补欠一下，因为我们的活动从6点开始，会一直的持续到我们的凌晨12点出头。咱要来做伙来存着幸福的心情来迎接咱2022年的好年吼。那校长在这边我要代表我们平南社区大学还有我们琼麻园城乡发展协会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那么今天晚上的活动我们就从现在开始。耶！欢迎乔永国小大鼓迎新年。
谢谢我们侨永国小大鼓队的一个精彩演出。